在天津、成都、苏州三地启动试点驾驶证电子化，自6月1日启动以来，已有190余万群众办理了电子驾驶证。从实践来看，电子驾驶证具有统一性、实时性、安全性三个特点，实现了三个便利。第一个便利就是申领便利，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申领，式样全国统一，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第二个便利呢是出示便利，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，动态显示驾驶证的状态，可适用于执法管理、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，方便实时查询、实时出示、实时核验。第三个便利呢，就是使用便利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，真实唯一，安全可靠，驾驶人可以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、处理交通违法、处理交通事故等交管业务，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。下一步，公安部将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，完善信息系统，健全配套制度，加大电子证推广力度，今年下半年再选择部分地方扩大试点，2022年全面推行，让更多群众企业享受到便利实惠。